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翻到嚟 Pokemon 特别篇 Red。今次咧就要打呢个尼比士啦，啊，尼比士呢个道馆嘅 ，OK， 好。布伦特尼比士道馆咧，直到咧举办紧锦标赛，你哋咧将会喺预赛当中咧面对两位对手之后咧，就会同小哥咧争夺呢一个灰色徽章，你明白了吗？争夺嗰种，咦，回血，回血嘅声呢个系，我已经回血咗你嘅精灵嘅祝你好运，呢、这个就系上次另一个劲敌咧讲过嘅，嗰、那个嘅，哎喺度啦已经，咩啊？等我哋咧祝贺咧呢个胜利者啦 ，Green， 因为佢系第一个咧从咧馆主咧获得呢个徽章嘅人啊！咩话？俾佢先行一步啊！呼，好啊，我输咗。而家咧下一轮嘅锦标赛啊，第一场比赛十八号选手对四号选手米奇，我对米奇喎、啊，边个米奇出嚟？你真系米奇啊嘛？李亚鹏呢个咩啊？李亚鹏啊，等我哋咧赶快结束呢一切啦！你惊佢就认输啦，我唔想你受伤啊！米奇，黑带高手米奇都要打交啊！几时变咗打交高手啊？米奇，我一下死咗咩话？呢一个令人眼前一亮嘅招数啊！下一场咧将会系阿里萨同泰之间进行。你用跳水啊，卡拉卡拉砸死佢，冇啊！胜利者咧，阿里萨本场嘅预赛咧，最后一支咧，将会由我咧同呢一个阿里萨咧争夺嘅。呢、這个你即系阿里萨系嘛？好，祝你好运啊！愿最好嘅训练师可以获胜。食屎啊！睇住你冇咩挑战性咁废。我哋好犀利，我超劲好唔好？等你咧睇下啦。好嚟啦！哇，好串啊！哇，好串啊！剧本上话你输咗，好抱怨我唔同路人计较，咁串嘅有，唔错技，一个水枪头射啊，波波，卖路都系啲轻松嘢，拍佢，换你出嚟啦，福特，哇几屈机，其实有福特呢一招几劲啊，因为福特呢招技能咧一般嚟讲系未唔会有嘅系啦，不过呢一度就有啦，因为福特攻击超高攻啊，超高攻。咩话我输咗？但我咁靓，你一定一出术啊！我咁靓，几怪将个黐线佬咧赶咗我嘅道馆，我会报仇噶。好啦，只系意外嚟嘅啫。终于有一个咧值得咧一战嘅对手啦，做得好啊！依家咧轮到你同我咧嚟对战啊！唔使回血噶，使唔使回血啊？冇血喎，唔紧要啦，应该 OK 嘅。出嚟啦，比卡超！快啲啊，使出你嘅绝招啦！啊，我哋要去啦，比卡超！哇，电死咗！咩话？你连自己嘅精力都控制唔到，讲咩笑啊？所以你嘅胜利只不过咧系一个愚蠢嘅运气嚟嘅啫。打唔啫，用火箭头锤，你 OK 啊嘛？你咧冇义务咧为我战斗，好抱歉咧逼你咁做。我哋试住做朋友点啊？今次我哋会失误噶啦，起身啦，起身啦，比卡超，一个水枪喷你三拳石。呢个就系呢一个特别 PVP 特别嘅地方，三拳石啊！三拳石好，但都系好快就死啦。大暗射就水系啦，都系一发死咗啦已经。泰山阿顶要学换走招拍击 ，OK？ 点会好力噶？获胜者系好，获胜者系我啦。我哋做得到啦，比卡超，恭喜你啊！你真系咧配得上呢一个灰色徽章，灰色徽章都可以提高你精灵嘅攻击噶。多谢你嘅小光。你可能咧会想去华南市睇下，我有个朋友咧系馆主嚟嘅，唔止一个道馆啫。啊，直觉啲嚟讲咧，有八个道馆啦，至少喺关东嚟讲咧，的确系你需要穿过月见山咧先可以到达华南市。但系对于你呢啲水平嚟讲咧，应该冇问题。好，完美解决咗呢个尼比士嘅馆主啦。好，之后去华南市，你个训练师唔系咩？等我哋嚟战斗嘅卡雷尔。急冻光线啦，冇咩特别啦喺度。哎，麻痹咗，要翻去回血先。我哋可以试下用呢一只出嚟试下。哦，佢仲有电气球喺身添。如果有电气球，好似系将呢一个嘅物理攻击同埋特殊攻击嗰个能力值乘二。咁即系话咧，其实佢而家系有70攻击嘅，啊，七十攻击同埋60零嘅特攻左右啦，啊，劲高真系。好，我哋派阿比加超出嚟，等等。你需要做咩喺度咧？幸灾乐祸啊！听嚟咧好吸引，但系咧我有更加
更远大嘅目标啦，咩品位？啲翻译咧，虽然咧就未必好正確啦，但系都经过我去思考完之后咧，可能会谂出啲更加好嘅词语俾大家啦，系啦，等大家咧更加了解到个剧情讲啲咩。好遗憾啊，我哋咧从来咧未试过喺锦标赛咧交手，咁啊因为咧我哋喺唔同嘅赛程啊，唔使咁讲，我头脑简单嘅朋友。系冇必要咧串到你想做啲咩？两个对手咧嚟一场友谊赛点啊？毕竟咧喺上半森林嘅一个嘅对战当中咧，并唔可以证明咧边个系更加强。好啊，我即定会打赢你嘅。提醒一下你啊，即系你可能你已经注意到，我小火龙已经进化成火恐龙啦，佢而家完全唔系同一个 level 嚟，同你已经唔系同一个 level 嚟啦。好，一嚟就系比比鸟啊，比比鸟嘅话，其实我哋可以用啊用错技啦，一嚟已经。紧要，复弹攻击先，中啊嘛，冇中，中啊喂，冇中，换重，啊唔可以咁样盲目，吹飞 OK， 咁样用复弹攻击啦可以，靓波，好，毒粉啊唔要啦，好少会用毒粉，催眠粉我就会用啦，放走叫声啦，下一隻睇唔到，冇睇到用咩重，火恐龙，火恐龙啊，佢头先系应该系中咗威吓啦。中个威吓嘅话，我哋直接换只蚊香挖出嚟啊！烟幕水枪睇下先，用放烟幕再水枪，再水枪，再水枪，水枪换只奇中之出嚟，一日火花烧死咗，比加超嘅电光石火。好，飞天螳螂嘅话就点解又系有威吓嘅啱啱话？揿得太快睇唔到佢系咪中个威吓？应该一下死啦，冇错，命中要害，仲要我赢咗。你太天真了，火恐龙肉猛撞，唔好啊！再见啦，我真系好真嗰条友。灰色徽章篇章结束，亦即系话咧呢一个嘅剧情咧就系、是、咧一定要输俾 Green 啊，系啦，输俾佢。就算我赢咗都要输，或者应该系游戏入面我一定要赢咧。冷静啲，冷静啲，你喺度教紧你只外兽技能啊？唔系啊，我正喺度咧自学呢一招绝招冥想啊！就系、是、将我咧逼到癫，好抱歉啊！喺度咧黐线，我嗌请将呢一个咧技能咧当作呢一个嘅贴衣 ，OK 咩嚟噶？零四喎，零四系冥想啦 ，OK 呢度系咪有？唔好俾我可爱嘅外表咧欺骗啊！我系咧等我嘅玫瑰，我系话咧大刺乜鬼嘢？复特攻击，点样射火？系啊，竟然用石化攻有半桶。又有威吓，啲咁多威吓嘅佢哋啲虫，得李多拿再得，做乜又系咪又威吓咗啱啱嗰下？好，翻去回一回先，太多威吓啦话，呢度呢个系咩人？唔知道，继续上下，仲可以继续上，有啦有啦有啦，李月龙啦、啊，快避开海星星！佢话呢个小霞个样有啲样衰，佢用水炮啦！海星星，海星星，你咪想咧？你咪想搞场大？等我嚟帮手啦！退后啊，靓仔，好危险啊！我冇事嘅，我名咧唔系叫靓仔，我有名。OK， 几钟之出发啦？又系威吓，虽然都系吓死啊，四倍影子分身，影子分身，我哋要一要啦。呢只咧俾翻你，哦，感谢你啊！估唔到咧喺野生地方都可以见到咧鲤鱼龙啊！鲤鱼龙嘅水系佢唔应该出现喺呢度嘅，嗰只咧唔系野生嘅，系我嘅。你话咩话？上个礼拜咧有人偷走咗，我一直咧养佢。佢翻嚟嘅时候咧已经咧唔系好似以前一样啦。然之后咧，我沿住呢一个嘅道路咧揾到嚟呢个四号道路，无论如何咧多得你，依家一切咧都 OK 啦。唔好啊！当精灵咧发生嘅事发狂啊，啊发癫嘅时候咧，冇可能冇事嘅，一定咧系偷咗你鲤鱼龙嗰班友咧做，踢佢哋屁股。你啲接下来要去边啊？我想去边？我要踢嗰班友嘅屁股啊！佢哋喺边啊？但系如果我知道嘅话，你认为我而家唔会喺嗰度咩？啊，或者咧大木博士知道啲咩？如果你想用电话咧，精灵中心有一个。哦，张志六就系月剑山啦，啊。哎，有部电话跟我嚟。呢、这、一个电话你可以用去免费打俾任何人，好整好整件。
好，打电话啦。哎，好耐冇见啊！哈哈，博士过咗几日啫？呢个大木博士佢系顶尖嘅专家，顶尖嘅。哦，我完成图案方面有咩进展啊？哦，梗系啦，我已经得到咗啲新嘅数据。哦，一只鲤鱼龙系一只即比加超唔错喎。哦，鲤鱼龙系比加超。啊，有嘢问你啊，博士。咩话？四号道路有呢个鲤鱼龙俾人偷咗，横冲直撞，真系有意思。所以几日后咧，精灵就唔听自己嘅说话，听嚟咧好似火箭兵团做嘅火箭队。系啊，佢哋咧系一个咧秘密犯罪嘅组织嚟，佢哋咧利用咧精灵咧嚟达到自己嘅邪恶目的。有传闻咧话佢哋咧喺精灵嗰度咧做实验啊，精灵实验。我知啊，令人好头痛啊，但系咧你可以帮我做啲咩？喺月剑山咧有一种咧特殊嘅石头叫月石啊。啲人咧普遍咧认为咧月石咧赋予咗精灵特殊嘅力量。如果系真嘅话，咁毫无疑问，火箭兵团都喺度揾紧咧月石啊。好，再见啦，大宝博士。好 ，OK， 搞掂。即系话下一步咯，就要去月山揾呢个月石啦。好，走得。OK， 你要做咩啊？我要同你一齐行啊。咩话？唔好误会啊，反正我都要穿过月剑山先可以翻到屋企，而且咧我都或者可以得到一啲关于火箭兵团嘅信息。等阵先，你唔系我冇事嘅，我系水精灵，我系水系精灵嘅专家，我系小霞，系华南市，系华南市嘅市花。哇，有人喺嗰度。等阵先，嗰啲人嘅制服同呢一个嘅纯白森林嘅时候咧一样喎，着得唔通嗰啲系火箭兵团？我都觉得啊，周围都系嗰班人。我嘅任务咧系揾到月之石啦，快啲入翻洞穴。OK， 好啦，洞穴嘅话应该大量岩石系嘅精灵或者系蝙蝠啦，所以我哋都系换翻做蚊香华、蚊香君。嗯，咁都望到喎、啊，发生咩事添？我咁快塔顶啦。OK， 好，月山。超奇怪啊！水枪，喂，大爆炸！水枪，我又爆，爆咗两镬。诶，有啦，见到啦，系火箭兵团啊！快啲匿埋。唉，月石咧究竟喺边啊？喂，唔好俾人听到啊！呢一个系我哋嘅任务嚟嘅，知唔知？哼，如果真系有人揾到嘅话，咁我哋咧就要用咧暴力手段。大宝博士讲得啱，佢哋喺度揾紧咧月之石。我哋揾紧月石，我哋咧就揾紧火箭兵团，系咪呢度？唔系，星星沙子。月石有特殊嘅力量，而呢个特殊力量，就系火箭兵团想用、想利用嘅嘢。哎呀，咁快死咗添，六尾，哎呀，咁啊麻烦啦。哦，唔系，应该系加速特性啊，系啦，我睇我唔记得咗。我就话点解六尾都会有闪光嘅咧？系啦，即系我身即系比加超发光啊！系啦，我记错咗，佢系有加速嘅特性。O K， 哇死埋，有机会要走一走啦，因为得翻奇异种子好难搞啊呢度。都仲哇有得打咧有催眠啊唔系喎，佢好似系唔会瞓觉嘅呢只，我死咗，一发踢咗我翻屋企啊，唔紧要啊。啲少少失誤咧係難以避免嘅。好，呢邊呢邊，嗰只係馬騮啊，馬騮用蚊香蛙啦，水槍，卡沙頂，卡沙頂。OK， 繼續向前行，應該就係呢條路啦。哇，啲蘑菇蛙咁核突嘅，啲冇個頭髮咁樣佢好似。好，卡沙頂，卡沙頂，換一換重先。呢只毒系催眠，用啊，跟住再用蚊香蛙，哎，唔快醒，催眠蚊中，医生中啲，医生，慢慢吸死佢算啦，蚊香蛙，塔塔顶，塔塔顶，塔塔顶，就嚟吸死佢啦，吸死咗，阿帕蛇，比卡超，复杂。几劲喎！其实佢一出嚟就已经有呢个加速嘅效果，几犀利啊！水枪，护主犬水枪，水枪，
大针锋继续出风光先，要走啦！催眠，好，变身中之 ，nice， 继续撞击，撞击，撞击，哎，好波，有冇药啊？好似冇药，哎，有奇迹种子俾奇迹种子用啦。呢条路应该系打噶咯，咁系咪咧？应该系啦，水枪，我几公斤，出面，啊 ！B 三门啊，玩完两铺，复突 ，Oh no， 死得，塔山顶麻痹，跟住要即刻麻痹 ，Oh， 塔山顶咗 ，Oh， 哎，有机会，有机会。搞定啊！但系都系要死出去噶啦，我谂。Oh no， 揾到你啦！所以咧，你班咧靓仔咧一直喺度干预我哋嘅行动系嘛？系时候用极端嘅暴力啊！小夏，海星星，保上海星，将你打低！哇哇，太劲啦！快啲啊，出下位前面啫！你话暗示好近啊，应该系呢度啊！哇哦，呢度应该要死啊！打你二房马都系四符先啦，有机会赢，我觉得。你就咧伤我哋同借罪魁祸首啊！话杰斯系呢一个咩啊？光暴咧，杰米啊！你嘅精灵睇嚟好攰啊！等我回血，哇 ，perfect 啊！呢个唔知系咪光暴啊？我一个人打，搞错啊！又一个人打，六级喎、啊，佢用震级震埋自己有、啊、朋友，有啲过分啊！哇，纽拉，纽拉的话，我哋用泰山阿顶打纽拉，纽拉要杀先，好麻烦。暗算，诶、欸、啊，即系烂泥，即系烂泥用我呢个缩小，纽拉中咗催眠，咁就用泰山阿顶打臭泥，呢度用寄生虫，呢度用撞击撞纽拉 ，OK OK， 猛撞猛撞就学咗先啦，咦，如果呢度学咗嘅话，咁佢头先用撞击会点咧？试下先，飞越快刀，飞越快刀都要学。飞越快刀其实是要学的吧，咁唔要阳光热念先啦，阳光烈焰，诶变咗用猛撞、啊，一开头我应该系用撞击噶嘛，佢而家学咗招猛撞之后咧，即刻就用咗猛撞，呢度用急冻光线打蓝诶嗰只臭花，再用飞越快刀，哇，我可以用麻痹粉打我，搞错啊！急冻光线啦，大冲下继续用飞快刀，好搞掂，应该进化啊！诶、欸，未喎，快走啊，杰米，睇下杰斯条杰米又要私奔吓，呢、啊這个系呢、這个唔系咩小次郎嗰两个，我哋离出口好近啊！哼，点解呢一个咩啊？唔喺山洞入面，你哋火之兵团睇唔明头先嗰句，可能系讲紧佢哋嗰啲成员。哦，你哋系边个啊？我谂你大概都知啦，开始我向你挑战啊！独角西游水枪一下死，准备啦！我的精灵咧可能睇嚟唔系好劲啊，但系佢哋确实咧几强大。哼，這個、呢个咧令我谂翻起咧细个嘅时候咧，依家咧等我咧向你展示成年人嘅残忍啊！佢将佢只独角西游注射咗啲咩啊？睇嚟好痛苦啊！好进化啦，铁甲暴龙咩话？注射剂咧，令佢咧从呢个独角西游咧变成呢一个嘅铁甲暴龙。我嘅李娱乐就系你哋对待佢，嗯，我哋点知道？你记得咧？你觉得我哋仲会记得咧实验过嘅精灵咩？每只好啊，海星星攻击佢有用啊！哼，你真系以为咧咁弱嘅攻击可以咧攻击到我只呢一个铁甲暴龙咩？用独角钻，哇！小夏俾佢怼到瞓低，你会咧为此付出代价，或者下一世啊杀咗佢。廿二咧，一招水枪应该得一半，啊，一大半，再见，搞掂，好冇光线，65功要学啦 ，OK， 搞掂，成座御剑山咧都喺度震啊 ，OK， 得到月之石，发生咩事啊？你要摸咩啊？啊，摸我只系想睇下你有冇事啫，我好 put 贴，我仲以为你想，等阵先，佢哋嗰班人去咗边啊？吓、啊！你依家咧睇我几犀利，我轻而易举咧搞掂咗嗰只铁甲暴龙。虽然咁讲，但我哋冇揾到月之石。如果你等我讲完咧，
我已经得到咗呢个月之石。咩话？几时啊？头先咧冧嘅时候咧就跌咗喺地下，依家我哋向华南市出发。好，出发。月见山章咧结束，蓝色徽章篇章。好，咁今集时间我哋玩住咁多先啦，特别变 red 啦。咁下集翻嚟就打呢一个嘅蓝色徽章啦，即系呢个华南市嘅道馆。好，咁下集翻嚟再见。中意嘅话记得俾个 like 啦，同埋未订嘅话咁我订阅。下集再见。